检察官，找到了，在别墅找到血迹， DNA 比对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了。我名下有很多间别墅，怎么会知道发生什么事？我想让他以杀害车善浩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他把能证明自己是车明浩的证据都销毁了。有一个人能够证明他就是车明浩。你以善浩的身份活着，会守护我跟恩修，你一定会遵守这个约定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被告人连播2小时。